这个也是一样哈。后面这一块靠近前面要按。像这个亮的地方可以等一下再处理都可以，啊，再修饰。亮的地方，你看线条可以细一点，当然也可以淡一点啊。
在这个高山上都是针叶树了，没有杂木了。嗯、哦。亭子，观景的亭子。地基有在啊，地基有在。你敢不敢有？这工头有迄落通过啊？来，我们在画亭子里面，因为这个由下往上看，所以要看到亭子里面，然后这边的柱子，后面的柱子，啊，那个暗的地方是里面。
来，我们这边是画瀑布。笔要干一点，不过多刷几笔。你如果不够干，后面就收不了尾。压到上面一点，嗯，压上面一点，谢谢。来，我们花青条目，一目哈，嗯。你一路不练好，山水就，难怪我没救。减分，啊？我没救。有救啊，怎么会没救？没救的是画得非常好的，不用再救了。不用救了。你这个是有救。一定要再来干净的水，你不做就没有了，就没有层次了，啊！一定要做这一道哦，第三道还有第三道。你是干净的水，是不是也不能太湿？对。你每次都一样。太湿你就其他地方都跟着晕，哎，只能够在它的上方。第三道是在中间。在它的上方。啊，就是水跟那个之间，很简单哈、哦，水跟一道来说很难哎，对，两者之间，一跟二之间，因为这个道理我好几年前就知道，是用讲的简单，讲简单不是那么简单的，是要细心拿手，还是很多中间，我昨天没做什么，就是在家练云。你没有煮饭啊？啊？免煮饭吗？潘刀我免煮饭啊。王先生，我发特赦令。先生煮的。先生煮。没有啊，我就坐在那边等着吃账就好。好哇！我请那个哦。三餐，三餐。
是有请迄落是吧？无啊，我拢在做，我拢外食，我拢被邓阿姨请。因为两个人很简单，很好解决。你看，都是第二道，在第三道难在，都是一样的。对，一定要做三道，不做是不行的。那是偷懒，偷懒就没救，跟我一样。好，再帮我压最上面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好，谢谢。来，上面的就花青再多一点，就原来的再加一点花青上去就好。哦，这样又淡一点。嗯，对啊。嗯，这样就淡的多了。拉上去。等一下，我报警。你买建筑就不要贵。拿起来拉拉拉。你说你试看。不要。好。
这个到云的地方是要慢慢慢慢慢慢到暗，哦，不要染成一条黑黑的，哦，一定要渐进的啊。这个我们留着下次染色再处理，我们只是先染这个地方稍微染一下。这个地方要染重，万一你看这个纸很松啊，嗯，马上就渗进来，把干净的水打湿，渗得很快，这批纸太松，这个地方也要染暗，然后慢慢慢慢亮。哦，这是从半山腰这样子，是不是？这个地方染暗可以让它更深入。为了跟它协调，所以到上面的地方，你看干笔慢慢插上去。好，然后再笔再洗一洗，干净的水。不够的地方。再来第三道，跟云雾都是一样的，这样才会自然啊。暗的，然后笔干的，要慢慢慢慢慢慢插上去啊，才能够跟这些笔触协调啊。然后再干净的水刷洗一下，再把不均匀的地方，我们再稍微染一下，把它染均匀，跟画云一样的意思了啊。老师，那个干净的水是不是要跟深的要衔接？对。要衔接，哎，都要衔接，啊，那这样的层次就慢慢慢慢到这个量，就比较自然啊。啊，像这边的云雾飘过来，这个到时候染色的时候再处理，啊，那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我们就不要染了，这样可以凸显这个亭子出来，白色来衬它。啊，这边不要画的话，这个亭子更突出，所以我们这边也不长树了，也不那个了，哈。嗯，这样子，哎，对。